第一天打真的放不开了，对啊，所以也一直在晚上的时候，也是跟他们讲，真的要懂得享受比赛，不可以打得这么拘束。那今天对南松山，其实一开始还是也是打得绑手绑脚了，那打到最后之后才放开，我是觉得也行了啦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们也把校史记录往前推了，哦，这是来这边最重要的目的。其实当教练就是这样啊，每年都是新的开始啊，所以也不用特别去在意什么啦。对啊，就是每年都是从头开始重新练嘛。对，所以这个倒不是很担心啊。一开始是从刚踏进去就觉得很大，然后我会有点紧张，就是因为在这么大的场地上，然后我们跟教练就是完全是失去联系，就是他在旁边讲他的啊，我们在场上完全听不到他们，就是我们在场上五个人要自己作战。既然昨天做不好，那就不要去想了、啊，就把今天再做好了。不要说你昨天输了，然后自己的状况没有很好，然后带到今天，那今天又站在原地，然后又是一样的结果。那我觉得这样我根本没有进步。其实昨天输了之后，我们都很觉得可惜啦，因为毕竟第四节被拉了一波17-7吧。然后就导致最后没办法进冠军赛。那教练就赛前有讲，既然没有办法拿到100分，那我们就往80分迈进，就是今天这场要拿下来。然后虽然过程中起起伏伏啦，但是好险我们最后就是有回过神来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就有赢下这场比赛。然后现在就觉得很放松啦，至少自己是以一个赢球来做收尾。对啊，今天赛前其实不会，因为毕竟我们对到松山。前两预创杯一次，然后八强一次，我们都是赢球。然后而且我们就是针对他们有策略啦。然后上一次在做的时候就是也很成功，所以就不管是赛前的心理建设，还是也是自己最后一场，就告诉自己不要有压力。所以就是赛前其实调试的还不错，对啦。有两间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，一所是迈阿密，一所是俄亥俄大学。其实紧张是会啦，可是多的还是向往吧，就是体验不同国家的生活作息。其实出国就是要自主吧，就是自己规划自己的时间，那当然就是给自己一个考验，然后就是学学国外的一些优点，然后就是融入自己原本会的东西，然后在未来看可不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帮助。我会问他生活作息吧，像我们台湾就是很有纪律，早上什么时候练，下午什么时候练，因为他在美国没有读，还没读到大学，就是高中，他是高中来比的话，他们其实就是早上基本上没有练球，然后就是下午可能一餐团练而已，然后其他都是自己的时间。那就是大学我是不知道啦，可是如果是以高中跟大学是差不多的话，那就是让我知道就是自主的重要性吧，就是如何规划自己的时间，然后才有办法跟上，不管是球技还是学业都要，就是两者都要可以去兼顾，对啊。